好，我是华雅君，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香港巴塞艺术展。Enjoy the show！ 湾区的朋友们，早上好，我是 Angel。我是 Angel， 巴塞尔艺术展大中华地区总监，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线上导览节目，现在是早上11点，离我们开幕还整整有一个小时，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皮丽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很精心策划的线上导览节目。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我们还不能把大家邀请到香港来做一个实体展的导览，但是我们今年就是前所未有的来到了香港，通过云游的方式，然后皮丽老师呢今天也会给我们在开幕之前就优先带各位云游巴塞尔艺术展，今天我们要感谢皮丽老师的助阵，也要感谢各位艺术机构领导的出席，还感谢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全力支持，更加特别的是呢，就是我们跟 OCAT 今年联合举办了一个线下的活动，我在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线下还有其他线上的一些嘉宾，今天包括 OCAT 理事会理事、 OCAT 深圳总馆华美术馆馆长方怡玲女士、深圳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先生、顺德和子美术馆 OCAT 欢乐海岸分展区和子空间艺术总监周丽女士、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馆长严维新先生，还有线上的嘉宾广东美术馆馆长王少强先生、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赵且先生、顺德和美术馆执行馆长赵书先生，还有香港旅游局代表。到场的嘉宾呢，包括 OCAT 前理事长、前馆长、设计与艺术联盟副主席、设计之都杂志总编栾倩女士、 OCAT 馆副馆长方丽华女士，还有美术馆艺术空间艺术家、设计师、媒体藏家和华侨城的代表。导览过后呢，会有问答环节，今天的导览还会被录制下来，然后在网上公布。现在我就把我的镜头交给今天的主角皮丽老师。Hi, 你好。就是有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 M Plus 的资深策展人皮丽，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欢迎大湾区的同行，我觉得更多是同行来一起看这个博览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带大家走一下。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 1C 的门口，我们现在站的第一个画廊是这个江马令画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廊，我们是已经 follow 这个画廊特别久，他们一直在以前在上海，现在也在香港，我觉得过去10年的这些很年轻的大陆的艺术家、香港艺术家还有更国际化的艺术家都在这个画廊里面有成。先看一下。好的。所以今天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布置，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第一件我想这一件可能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 Alan Paul， Alan Paul 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早一个最一代的录像艺术家，女艺术家，然后她在香港的地位相当于张培丽在中国的地位，就属于这种整个带起整个录像艺术的发展。然后就我们这次展览，它就是它非常早1989年的一件作品，但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说这件作品，是说我们每年的我们今年和 Art Basel 在我们的有一个合作的计划，在 M Plus 的外墙上面会做它的一个巨大的以这种佛教的心经为母题的一个录像艺术的一个呈现，然后明天和后星期五和星期六有两次线上的行为表演，所以就想说其实这个博览会对这个城市很重要，就我们所有的艺术机构这时候都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做一个共同的让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热闹，虽然大湾区的同行没有办法来，但是我们希望在网上能够感觉到这个，也希望很快明年的这个时候能欢迎大家能够来。所以再往这边走呢，我觉得我一直想介绍的是这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品是
很遗憾，我要一个小 video 来开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大陆的艺术家陶辉的作品。陶辉是2010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如果大家有关注过去几年的艺术家的状况的话，那么陶辉实际上是比较我们说是拿奖拿到手软的一个艺术家，包括华语青年奖，包括2018年我们 M+ 西客奖的这个提名的艺术家。那么他2010年从四川美院毕业之后呢，他就开始做录像的创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扮女性的这个艺术家是他自己。那么他从小是在一个四川的一个小城市长大，他的作品是比较受这种中国电视的肥皂剧，包括那种制作很低劣的肥皂剧的影响。因为小时候父母忙，没有时间看管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就是完全在四川那个地方和街头舞和这个民间的秧歌队，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他就完全演了一个这种内蒙古的这样的一个草原的一个公主的一个戏，所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很 cliché 的一个小的剧本。但你可以看到，这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电视文化影响的艺术家了。今天的艺术家更多的是受到这种网络啊、短视频的发展，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比较代表目前的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想法。所以有机会能够看到，希望大家，我们 M+ 去年也收藏了陶辉的作品。我们再往前，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吧、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收到了一些观众提前提问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聊一聊这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作为美术馆的策展人，您对参观浏览博览会有什么小贴士呀？我10年以前来到香港，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 M+ 在做我们的馆藏，因为我们要在当时要准备2019年的开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准备馆藏。那么每一年的艺术博览会是我们最忙的一个礼拜。我们通常在开展以前，我们基本上就有一些信息，说哪些作品我们是需要看一下。所以，我们一般对 VVIP 有时候有些作品是我们过去一年在国际上看到的，所以让画廊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的收藏的规定是，每个作品必须要有策展人，一个以上的策展人要看到原作。所以我们在博览会之前，通常在像今天这个时间，基本上有就是刚开幕的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然后我们就点到点的把我们的作品看完。所以我们就很快要决定这个作品我们是不是需要，如果我们需要，我们也有一个微信的一个群，我们马上就能定，然后其他的同事就来 follow up 说这个我们要运到我们的临时的库房去。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在当天的时候开一个小小的会，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地方租一个会议室，我们就坐下来把我们提前看的清单全部定一下，然后我们就留到下一步讨论。这个时候也是给画廊一个帮助，就他可以马上把其他的作品他能够去销售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有同事会来，因为我们知道作品换掉之后经常是会换的，所以有时候也有很多 surprise，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观众都会来看，然后定下来，然后每个作品看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交给我们的做运输的团队或者做 registration 的团队，他们来负责后面的事儿，所以这是我们的，所以比较 intensive， 我们基本上每天要在这儿见面。那从M 家在你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当中，他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了呢？我们现在是200个人左右。我来的时候我是第10号，所以这是我们收藏的一个。所以博览会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博览会帮到我们特别多。我们当时我来的时候，我们的藏品是只有1500件，是西客的一个捐赠，所以到这一分钟我们差不多是8000件。所以我们在10年之内建立起一个8000件的收藏，工作量是很大的。但是博览会实际上也帮助我们能够缩短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作品从全球运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把它挑下来。对的，今天的这个导览节目呢，也是就是 M 家和巴塞尔对湾区的艺术发展的重视，来特别精心策划的。
然后下面呢，我们将会走到第二间我们今天比利老师选出来的画廊。对，第二间画廊其实是很遗憾了，这个画廊的负责人不能够来香港，这是来自于这个上海的一个画廊，叫做东画廊。那么这个画廊其实是在上海的西岸，他们一直都在介绍一些很年轻的上海本地的艺术家。那么其实而且他们对女性艺术家是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件作品很有意思。这是张如仪，张如仪是一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女艺术家，然后她的作品的一个核心都是用水泥来完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她的都是用水泥做的仙人掌，这是她个人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但实际上她所使用的材料像马赛克啊，像地漏啊，都像是从拆迁的地方给拆下来的，所以他的作品实际上见证了整个都市化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在这种很冰冷的材料里面放这么一个仙人掌。我们知道仙人掌是一种最野蛮生长的植物，那么每个地方拆迁搬完家以后就扔掉，扔掉后这个植物它也不会死，它会慢慢的又活了起来。它用水泥来做一个这种非常能够养活的一个材料，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在揭示一种这种生命力，这种在这种很野蛮时代、很野蛮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今天看这个作品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你想到上海已经静默了50天，我想很多人就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所以你在这个奇特的时代你再来看这一张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很打动人的。所以这是我今天也是给大湾区的同行、博物馆的同行所推荐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作品也是我们去年我们新艺术委员会收藏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对，谢谢皮老师，我们对上海的观众也非常的想念上海的艺廊，我们希望他可以尽快回到我们的巴塞尔艺术展。刚才我们简单的提到了那个博览会，那您觉得博览会对艺术机构有哪些影响呢？对，因为博览会是这样的，它就我们我来香港以前我们都说啊，香港是一个文化的沙漠，然后今天我们也都看到，就是今天谁也不再会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大概11年以前，这个 Art Basel 正式 merge 到香港来，我们紧跟着就看着这些大的画廊进来。每年的3月是最激动的一个时候，然后M Plus 去年开了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两个事物同时，就它能够撬动一个城市的一个生态的变化。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铸造了香港成为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文化之都的一个地位，而且短短就在10年左右的时间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嗯，对的，我们作为就是香港这10年来的艺术工作者也非常的骄傲，可以目睹这一切的发生。这个就走到我们今天第三间介绍的画廊，陈梦的画廊。对，这个画廊是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个画廊，然后他们比较关注水墨和抽象。刚才我们介绍的马令画廊、东画廊其实都是两个很年轻的画廊，介绍年轻的艺术家。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个稍微 senior、稍微资深一点的一个艺术家。好，这个画廊可能现在还在装置当中，赶着开幕呢。OK, we can go the other side. 我们从另外一边走过去。对，哇，在这一边，在这一边，但是一个在他们还在，所以大家看出来是个很珍贵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还在最后1分钟在抢购，在布展。所以我想大家看的这件作品呢是王公仪的作品。那么大家可能王公仪是来自于这个天津人，1946年出生，然后后来去了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院，也是在全国得了特别多的奖。但这几年我们又重新看到他的作品，他是中国比较早的画抽象的一批的艺术家，长期以水墨，他本人是版画专业，但长期以水墨来做媒介来完成。然后他也这几年 M Plus、蓬皮杜，就所有的大美术馆都在收藏他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是从传统的抽象画来发扬，但是它为了加强它的一些变化，它的很多局部用了炭笔，它让这种炭笔和笔墨的这个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区别，然后它用这种白颜色的粉把这种块面给结合起来，所以它是一种借助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个作品。然后它使用的材料呢又都是这种纸，这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温州皮纸上来完成的。从色彩趣味上面来说，它已经和传统的水墨很不一样，因为传统的水墨它不会用这么纯度特别高的颜色，它现在用这种纯度特别高的颜色，我觉得它是处理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它的作品还是有一点点介于这种自然和人工之间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趣味，而且这样的一些变化它也有一些很敏感的女性艺术家的特质，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到不同的代际之间的这种差异，中国艺术家和的内部的这些变化。嗯，对的，这个颜色和构图都特别有张力。嗯，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来这拍张照啊，跟我的蓝裙子。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嗯，啊，然后我就继续问一个来自观众的问题。嗯，M 家如何选择对哪一个艺术家开始关注，然后如何决定购藏这件艺术品的呢？我们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是政府的钱。嗯，我们政府的钱就是我们每一个作品的买卖其实都是在廉政公署的或者这种在审计的这个监管之下的，所以我们的做法不是从艺术家先入手，我们先说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方向，为了达到这个方向我们要收藏什么样的艺术家，所以我们定位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视觉文化，那么我们也比较特别关注20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那我们这个方向定完之后，那我们就谈中国香港大概是个什么比例，什么样的区域，所以然后我们要关注这个领域的什么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锁定了之后我们才去看艺术家啊，这个艺术家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收藏的这个标准和方向，这是第一步。那我们一般是先锁定艺术家之后，我们艺术家就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要收藏，这个要不要 follow， 就我们要不要跟踪这个艺术家，然后跟踪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定作品。那么定作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定期的每一个月两个月，所有策展人都会坐下来开会，然后 pitch， 然后有时候要讨论，所以就把作品给定了下来，然后我们才开始去收藏。那么有时候这个艺术家很快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但是好的作品要等，有可能要等个几年。还有时候就是啊，这个艺术家可能他的好的作品先过来了，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艺术家这个作品跟我们收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每买一件作品都要关注是不是我们要买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决定我们能不能买，就是我们库房有没有问题，维护的费用高不高，能不能展，比如你如果你的内空只有7米高，你买个8米高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讨论完了之后，我们就放到我们的收藏委员会上去，然后收藏委员会会说给就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然后收藏委员会同意了之后，这个案子就从我们策展人的手上交给了我们的典藏部门，他们去负责付款签合同，作品再运过来，运到库房我们就可以展了。以后就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购藏的委员会？我们的网站上。网站上。我们的所有的收藏是公开的，现在目前8000件藏品，我们大概有6000件藏品已经都上网了。我们收藏的 policy 就我们怎么样决定一个藏品，由哪些人来决定 ，MPlus 网站上都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的文化机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信息全部是公开的，所以没有任何那个能隐藏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个公众的这个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机构叫 MPlus 委员会，我们大概有3个委员会，一个收藏国际的委员会，一个收藏年轻艺术家的委员会，一个收藏设计的委员会。那么这个就是不是用的政府的钱，这是一帮藏家啊，10几个藏家每个委员会资助一笔钱给我们，我们大概每年开2次会，然后我们策展人看中了作品，他们就投票决定要不要收藏，投票通过之后，他用他们的钱收藏了之后捐赠给 MPlus。 所以我们的新手委员会是每年收藏40岁以下的艺术家，然后
主要是在这个博览会上会买一些，所以我们也是通常会在这个也是看完之后我们马上就要赶到一个小会议室去开会，所以都要在投票以前先看一眼原作，所以这个博览会今天策展人是最忙的，就是。明白，辛苦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艺术探星 Discoveries 的展区，然后皮老师有一个。对，这个我其实是很想讲，这个叫许哲瑜，这是台湾的艺术家。那对不起。然后他是 Vaga 的画廊，这也是上海的一个新的画廊，原来在 M50。许哲瑜和陶辉是一辈的艺术家，在那个。在台湾工作，那么他的很多作品你看两个人特别像，都是受到流行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影响。那么他就是拍了一个这种很可cliché的一个这种武打片的一个变化，这里面又穿插了很多的情节。那么我想许哲瑜的作品特别代表了这种台湾的一种媒体的一个生态，这种生态和电视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它里面有时候还穿插了一些动画，它以前是用手绘的一些动画，它现在直接用这种实体的这种雕塑的动画来完成，这种真人的扮演和实体动画之间的关系。现在做这种实体动画的艺术家还挺多，就是台湾艺术家这几年用玩偶、用纸扎，然后拍这些戏，然后他把这种不同的人放进来。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也把这种真实的故事和虚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他有时候会去采访一些新闻的当事人呢、有时候也有一些这种像考古一样去追随一些当年的某些事物人，所以这种文献田野考察加作品在一起的做法，做成一种介于真和假或者是幻想和真实之间的这种纪录片的感觉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代表这几年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一个倾向。特别有意思，就像古代和现代的对当代的都在一起。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啊、那我就来问下一个问题喽。如果某个藏家希望给 M 家捐赠艺术品、M 家是如何决定的呢？所以我们的捐赠是一样的，不是，就是我们所有捐赠的作品都要经过我们收藏委员会的流程。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是一个 gift， 我们的收藏需不需要它？我们的库房维护展览能不能保得，就是能不能维护好这个作品，所以他也要经过我们策展人提案，经过收藏委员会来同意，然后后面的流程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核心就是说，它首先是我们真实需要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才能做。明白了，那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继续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最下一个。对，所以我们刚刚正好讲到年轻艺术家的一个状况，那么像这个单元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大家看到的又好像有些朋友对博览会不是特别熟，其实博览会的不同的 booth 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白颜色的那个牌子是画廊，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紫颜色的牌子上是我们叫这个 Discovery， 实际上都是很年轻的画廊第一次参加的。然后这个展位跟前面画廊的展位非常不一样，他一般都是要求带一个艺术家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个艺术家要很完整的表达他的概念。所以我们有个新艺术委员会专门看40岁以下的艺术家，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地方看。那么但这个对于画廊人来说，对于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挑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博览会有很他要卖出去，然后要体现你的艺术的这个观念，所以要很费脑筋的。你看到这地方的展位，它马上就像一个20-30平米的小个展。所以今天这个 Mine Project 应该是今年第一次参加，对的，是不是？它以前在湾仔，是这几年关注比较国际化的这种华人艺术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画廊。那么它这一次展览的这个艺术家叫这个 Tap Chen， 陈欣欣。对，香港人的名字很，香港艺术家。对，他所使用的材料你可以看到，他
它是非常符合的一些材料，它每个材料里面都有一些，首先这种塑料的和材，它有些材料是用的这种 3D 打印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一种很高科技的材料，又能够不断的去融化再来做，所以这种 3D 打印和蜂蜡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我们身后的这个盐，这个肥皂，哎，小心背后，对，我们看到的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盐和之间的关系，所以它这些作品上都是反映了今天的一个生存的体验。有一块是蜜蜡的肥皂和盐沙，谈了不同的消毒和干净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它是一个框架，然后有一个植物是真的，有个植物是假的。那么它实际上涉及到了这个架子对于这个植物来说是保护还是限制？所以我想他的作品都是像一个，他不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句子，是给你特别多的词汇，然后你要重新根据这些词汇来组合它。你可以看到他的 approach 和前面陶辉、许哲瑜那种很完整的叙事性，和这种王公仪老师非常完整的这种视觉性，都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在气质上其实和张如仪是有一点点像的。那么这几年你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对植物啊，对这种生长的东西兴趣特别大，所以这种生长和限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这几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经过了 COVID 之后大家特别心心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比较代表这个 COVID 之后的一种生存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落是对我看是比还能够看到很多艺术界比较新的东西。嗯，对的，这个展区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特别有意思。Hello。好啊，那我们现在走进另外一个展区。在我们走到之前呢，我就赶紧问下一个问题了。在疫情的影响下 ，M 家是如何跟会员和观众保持互动的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是我们跟会员跟观众保持互动的方式之一。实际上你要注意到我们上次也专门跟时代美术馆做过 virtual tour， 所以我们大概做了很多 virtual tour， 头都做了特别多，希望很多观众能来看到。所以我们的基本的互动是发生在数字平台上。除了 virtual tour 以外，我们还有一点的变化，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藏品的资源全部到网上，所以观众是可以自由的看，能够自由的使用的。那么我们今年的1月份之后就关掉了，到了4月份才开，所以就我们就希望能够马上大家能够从线上到线下。但总的说来，我们数字的整个技术也还是不断的在发展。我想这个新冠的唯一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数字的技术开始起来了。对，对的，跟我们一样。现在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艺剧空间，这个大型展览装置。对 ，Hello。Hello。Hello。好，交给皮老师。Hi， 我是皮力 ，M Plus 的策展人。你好，你好。Movana 陈丽云。然后，对不起。因为我先讲两句，很高兴你回来。Okay。 我知道你昨天刚刚从隔离中出来。是啊，Midnight。对，某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有关注的一个女艺术家。那先讲一下这个角落，这实际上叫 accounting 是吧？就是像这个角落，一般我们都是展示的这种 monumental site， 就是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么这些作品通常能够都这说白了，这个地方的作品都是私人藏家收藏起来可能稍微困难一点，我们通常说机构的收藏会多一点点，所以这是整个博览会的第三部分。那么我今天想特别介绍某巴，我们所有的策展同事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我先介绍，我们今天在网上的实际上是所有在大湾区的中国的美术馆的这些同行。所以我想先，既然你在这儿，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件作品好吗？好，谢谢。这个作品叫 Deconstructing，是2004年到2008年做的。这个本身这个作品在2004年，我还是一个读艺术的学生，我做的作品是本身它好像24件可以穿的衣服，你近看每一个有一个好像一个圆圈是可以套到头穿上去，然后在2004到2005
每一年去不同国家展览，有不同地方的人穿过，你近看它有不同的文字，就是人与人之间，他身体跟衣服或者跟语言有什么关联，你学到他们不同的文化，然后到现在到2008年到现在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装饰，就把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全好像 human， 我们全部都是语言都是用可以用手啊，或者用 body language 去交通，就不是说用不同的文字或者你讲什么语言，我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全部都是不同朋友不同人在交往在一起的一个作品哦。我补充一下，就是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报纸或者用这种纸的媒介来完成的，因为这些上面都标有文字，有 information， 然后这些新闻也是连接我们人的方式，所以他很多早期的作品用报纸编的。那么这件作品很特别，是用铜版纸，用杂志的那个纸来编的，所以你看到有不同颜色。颜色，所以他这种编织，这个我们也叫fabric art， 纤维艺术，但他用的是纸。然后他的作品有很多行为的特点，他做一个衣服，然后去到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编，而且很多时候衣服是一个人穿两个人穿，然后他可以连接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种疏离和靠近和连接是今天很多现代人所面临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有研究他的作品，所以谢谢你，所以欢迎你回来好好休息，刚刚 COVID 的结束。好的，谢谢，好的，拜拜。所以我们的就今天一个小时时间看七件作品是吧？对，我知道今天现场的观众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坐在这里，好，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下。好，坐在哪？我们坐这儿吧。坐这儿吧，好。好的，非常感谢皮丽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还有 Angela 的一个陪伴。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留给我们在座的一些观众。其实我们 OCAT 呢这次跟香港巴沙尔一起来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能搭建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平台，为我们大湾区的艺术发展，还有包括探索我们艺术未来的一些合作机会，有更多的一些渠道。刚刚可能时间比较匆忙，我还没来得及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跟香港巴沙尔一起来举办的。其实我们已经很早有良好的一个合作基础，在前几年包括阮总也参与了，我们就是跟大湾区的一些艺术机构八家艺术机构发起，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在巴沙尔期间的大湾区艺术行。那么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机会，通过这个和香港巴沙尔，还有包括通过皮丽老师的云游艺术导览和我们线下的一个对谈的方式，我们又让大家聚到一起。我们希望为我们的艺术行业，还有包括我们的艺术从业者，还有包括我们湾区的一些艺术机构，还有一些艺术的藏家艺术家，我们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一些观众，看看有没有一些需要跟我们皮丽老师还有 Angela 来交流关于巴沙尔，还有关于我们当下的一些艺术发展的一些想法和思路的。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就是我们香港艺术巴沙尔华南区的代表石金花女士，你可以讲两句。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来共同组织这个湾区的线下活动。其实我觉得刚才皮丽老师导览完了，如果现场的不管是我们机构的馆长们，还是我们所有来的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的现场交流一下。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见很多熟人机构那个跟那个我们的大家互动一下。好，那看看在座的如果有没有问题需要线上
那我或者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因为作为美术馆的这个从业人员啊，现在因为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藏品能更多的活化起来，能走入大家的视野当中。那对于很多公众，其实他们并不太了解这些像尤其像当代艺术这一方面，尤其是像有一些藏品，它是需要更多的途径来了解的。那我想也问一下皮丽老师，关于 M 家这一块，就是对于藏品这一块的活化使用，除了就是通过我们线上的开放平台，还有包括一些我们的藏品的展览，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国内的艺术机构呢，也会有对于艺术衍生品的一些开发，文创产品的开发。那这一块是不是咱们 M 家也有很好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谢谢。好的，所以谢谢您的问题，因为从收藏的来说，我觉得藏品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藏品上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它的经营也会特别重要，因为你想想当这个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没有办法换展览太多的时候，可能展藏品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像美国这一轮经过新冠打击之后，很多美术馆它都没法做新的展览，要靠藏品。那没有藏品的展览，美术馆可能它的项目就不是特别多，所以比较那个。但您说的藏品活化是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那么第一个活化的途径就是美术馆的定期的展览。那么很多美术馆现在像 MMPlus， 我们开馆的第一年到明年的七月这十几个月都是展藏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藏品必须要上线，就是我们8000件藏品现在大概有6000多件藏品都上线了，所以这个是活化的几个常规的途径。那么活化还有另外几个途径，我们也希望将来跟国内在一起做，就是我们的很多藏品在我们不展览的情况下，我们是很乐意如果国内的这些机构在技术标准上能够达到维护藏品的情况，我们都是会出借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上海的龙美PSA 呀、包括像这个尤伦斯啊、今日美术馆，我们都定期向国内出借我们的作品的，而且提前6个月，提前12个月跟我们说，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来。那么我们还做了很多跟藏品有关的网上的活动，比如我们做 Hackathon， 就是我们做一些网络的创作和设计活动，以我们的藏品为媒介来展开，这是藏品的活化。我们在数字平台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研究 M+ Magazine、 M+ Story， 我们来介绍我们的藏品。所以它不一定是让你 physically 物体上看到这个藏品，但是关于藏品的解释和使用都用的比较多。然后您说的衍生品这个是一大块，我们也都是有版权，我们也授权，包括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商业这个部门，我们开始做 NFT， 就是包括我们的很多藏品你可以买 NFT 的这个博物馆的纪念品。那么还有一个跟藏品有关，就是我们要来到香港，看到我们整个建筑的外立面是一个巨大的屏幕，这个屏幕是我们定期会放我们的藏品的，所以任何观众只要晚上在中环，在这个维多利亚湾开车走过，都能够和我们的藏品相遇。所以我们主要的藏品活化是这几个方向。对，好的，非常感谢。看看在座还有没有嘉宾，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皮丽老师刚刚带我们用很短的40分钟，看了大概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让我们也了解了就是当下的我们的艺术市场、艺术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情况。那么大家可能也会对我们大湾区自身的美术馆机构、艺术机构也会有很多的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到我们第二部分，大湾区艺术机构的一些未来发展计划的一个对谈。这一块呢，我们今天也有幸邀请到线上线下的有7家艺术机构的负责人过来参与。
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时间就交给我们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来聊一聊接下来未来的一些发展思路，也看看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机会。那这样我们先因为 OCAT 这一次我们就请我们的方总先开个场。好，大家好，我是方艺林，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相聚在这个空间，当然线上还有很多新老朋友，我们在这儿相聚。首先呢是率先体验了这个巴塞尔艺术展，我们刚才在这个皮里老师的带领下呢，有一个线上的云游。那么今天呢，也借此机会呢，跟我们线上和线下的各位艺术机构的同仁们有一次特别棒的交流机会。那我呢，其实是去年才来到 OCAT。我们前任馆长栾总也在现场啊。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很多湾区的这个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其实呢，今天呢是我们跟巴塞尔艺术展的第一次在湾区的一次线下的公共活动的合作，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场馆，我们叫做 OCAT 馆群的B10空间。那么它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新的空间的第一场线下活动，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次都赶到一块儿了啊。今年呢是 OCAT 馆群成立10周年，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呢，就是我们的 B10 新馆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向大家呈现。所以呢这个馆呢是咱们都市实践的这个孟岩老师的团队经过这个多年的打磨精心投入对整个的这个硬件呢做了大的升级。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空间呢，当时是广密磁碟厂，所以在设计上呢我们也保留了这个后工业风的特征，同时在视觉呈现上比如 logo 的设计上呢，我们也把这个磁碟原来这种圆的造型保留下来，让它成为一种记忆中的一种承载。那么这个空间呢应该说是目前我们 OCAT 在深圳最大的一个馆，有6000多平米，未来呢集中了整个展览空间、藏品空间、公教空间还有图书馆，应该说在硬件上呢是一次升级。那么 B10 空间对外开放以后呢，在整个深圳呢我们会形成新的艺术三角，就包括原来的 OCAT 深圳馆的老馆我们也会保留下来，核心馆、华美术馆会形成新的艺术金三角。那么再结合我们在深圳不同的一些展区，比如说周丽老师在做的这个欢乐海岸的盒子空间，那么整个会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定位上能够呈现艺术生态的丰富性。那么刚好借此机会呢也做一个预告，那我们今年的开馆展呢就是在 B10 新馆的开馆展呢是在今年的11月，那么华侨城会在这个期间推出首届艺术季，那么 B10 新馆的开馆展也会成为艺术季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在开馆展之前呢，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预热展，是把华侨城这个做了20多年的这个 OCAT 双年展这个项目做了回溯性和重构性的一个呈现，让大家更了解这一段历史20多年的积淀和学术的沉淀，所以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关注和支持。另外呢，这个我们在疫情之后，我们也看到这次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从去年到今年都是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其实疫情之后，大家都在渴望复苏，渴望重新的连接。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这 OCAT 能和湾区的各位艺术机构的这个馆长们负责人一起联动，共同去构筑湾区艺术生态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方馆长。方馆长刚刚介绍到我们 OCAT 也是刚过完10周年的生日，那我也知道平山美术馆也是刚刚开始三周岁，在这里我们再请我们的平山美术馆的馆长刘小都馆长来介绍一下平山美术馆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情况。谢谢。那个
霹雳啊，那个我给霹雳打个招呼，我好多年没有见到他哈、啊，这个非常开心啊，我们看到现在那个香港的巴塞尔他给我们做的这个展览，这个介绍，非常遗憾啊，我这个当了馆长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香港巴塞尔，这个疫情完全是把我们给彻底给隔开了，所以真的是。包括 M Plus 它的这个，我是觉得确实刚才霹雳说的非常的准确哈，就是香港的整个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生态，就是在这几个重磅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展览能够其实摆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区域，就能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那么我现在也是在确实也在想的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以从大湾区的角度去看，还是从珠三角的角度去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态，尤其当代艺术的这块艺术生态哈，其实我是也是特别期望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交流。那么刚才这个霹雳说这个他们有这么多的藏品啊，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们也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当然我们深圳的这边像 OCAT 啊，它有了新的新馆，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特别期望能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起来，然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吧。那么我们跟周立的那个盒子美术馆其实有过合作啊，那实体的实际的这种合作关系就是借展啊，互相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像这个吉利这边的 M Plus， 那我要让我们的同事好好研究你们的藏品啊，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拿过来我们就可以展，而是在于我特别希望的是，作为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向，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能够做出一个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看的一些这个展览啊，其实艺术的。包括设计的啊和这个融合的这些能够就是更加跨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可能怎么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我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期待。那么我相信啊 M Plus 这样的机构其实在整个的珠三角的大湾区的这一个生态环境里头，它应该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龙头的一个机构啊，特别特别值得期待的一个机构了。那么作为我们平山美术馆来讲，我们也是一个很规正规的公立美术馆啊，就是全是政府全额的一个拨款，然后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啊，就是时间很短，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馆藏。那么这个特点呢，这个就也逼迫着我们实际上要在展览的这一块要认真的去把它给做好。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合作还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期望吧。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这个第一个三年的这个任期其实马上就到了，然后那也在跟这个我们的主管的单位在谈这个，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有第二个任期，那我们希望还是把这个平山美术馆现在的这种状态往前推就好了啊，我就说这些，谢谢。谢谢刘馆长。刚刚也提到就是跟咱们盒子美术馆有很多的一些合作，那这边我们也有幸请到了盒子美术馆还有包括 OCD 盒子展区艺术总监周丽老师，因为周丽老师他自身也是艺术家，在这方面也尝试了很多的这种实践，不管只是在推动艺术的发展，还有包括展览，还有包括自身的艺术建设。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交给周丽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好啊，哎，霹雳老师好。对，这个他有点特别，就是霹雳老师刚刚他这个导览特别有意思，他就是一个策展人的眼光去发现一个很有学术性的一些作品，而不是一些纯商业的。所以他刚刚你看张如怡啊，包括那个年轻的那个小空间，
就是大概20平方左右的，那个是特别生动的一个小空间。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做的这个 OCT 这个盒子空间实际上就是为了年轻人而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围绕年轻人。比方说从广美的学生，我们依托的是广州美术学院，那 OCT 在支持，所以我们有20个盒子在分布在商场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强制性的，就是介入，就是你观众不是说观众愿意去看这个，而是他走到这个里面商场里面，他就看到这个作品，那他有没有想思考？那肯定是有的。那刚刚就是那些年轻的那个小盒子里面的作品，它只有6平方，那每个年轻人都很用心的在放，就是应该是设计它的这个展陈吧，就是它怎么样能够这个作品能跟观众有更好的互动，或者是它能够完整的表现它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年轻人他是一种生发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后面的就是比方说明年的就是有青年摄影、青年雕塑，还有毕业之星。毕业之星已经就是从何香凝美术馆那儿我们接过来，已经做了第四届了吧？啊，总共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六个展览，啊，就是这个盒子空间。那我们顺德盒子美术馆是相对于是比较成熟，就是做一些成熟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我们的展厅其实很小，就是主展厅加起来也就是600多平方，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对一些艺术家来讲，我们尽可能的做到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理解他们的需求，那尽可能就是去满足这个艺术家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挖地马上就挖的，是属于这一类。那我们没有不够经费的时候，你看像小都或者是像我们就互动啊，就是把展览就平行移动啊，比方说那个园林展嘛，那到了艺术家很愿意，他为什么呢？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又根据这个环境，他又做了新的一些就是让作品更加有一种新的寓意吧。嗯，我希望就是因为这个 Empress 那不用说了，他肯定是一个领头羊啊，就是在大湾区这一块，包括在很有可能在亚洲它也能成为一个领头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希望以后就是有更多的一些交流的机会吧。好的，谢谢周丽老师。那刚刚听到我们现场的几位机构的负责人聊了很多，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线上也邀请了我们广东美术馆的馆长王少强馆长。我们现在也请王少强馆长给我们分享一下广东馆这边的一些未来大计。王馆长啊，王馆长能听到吗？啊，好，王馆长已经看，现在。请您开一下麦。好的，我们的时间就交给王馆长了。王馆长您的麦好像没打开。王馆长，您的麦可能要开一下麦克风。可以了，可以。听到吗？听到了，听到啊。不好意思，刚才那个这个要开这个麦呢，要申请这个解除，所以老师看不到。霹雳老师好，各位同行大家好。王老师好。因为这原因啊，这个巴塞尔的已经有2-3年都没办法到香港来参加，所以很期待能够有机会
这个明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香港来参加这个巴塞尔的这些组织的这些活动。各位分享一下广东美术馆现在在将士新的美术馆，我们准备将士新的广东馆新馆，那建成以后呢，这个广东美术馆的新馆是体量是很庞大，大概超过60000平一个新馆就落成，未来在这个大湾区的交流跟这个香港深圳以及我们广东的其他的城市的之间的交流就更加有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很希望能够跟这个巴塞尔还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我们在2年前曾经策划的一些展览是跟巴塞尔有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互动，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原因没办法那个举行，也是非常的遗憾。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的话跟各位同行一起努力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增加这个联系。特别是皮利老师在 N 家，现在 N 家已经开馆了，所以未来可以跟 N 家多点的这个合作，特别是在视觉艺术研究方面的这个艺术家跟作品可以多点的这个交流。然后今年的这个第7届的广州双年展，今年的12月份在广东美术馆的老馆举办最后一次广州双年展，我们现在正在紧张的筹备这个展览，而且跟策展人还有学术委员会这个团队正在建立这个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希望能够年底可以邀请到各位到广东美术馆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第7届的广州双年展。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预祝巴塞尔的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大湾区的艺术机构跟艺术家可以加强联系互动，推动大湾区的艺术的进一步的发展。好的，谢谢各位。好的，谢谢王馆长。那我们今天线上还有请到了我们在之前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发起我们之前大湾区艺术行，其中是有跟时代美术馆有多次的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时代美术馆的馆长赵倩先生。那我们请赵馆也来介绍一下咱们时代美术馆这边的一些情况。道馆，可能也需要开一下麦克风。这边给一下授权。OK， 听到吧？听到。OK， 谢谢大家的邀请啊，那个谢谢皮杰老师和那边的介绍。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问题呢，其实交流一直存在的，这么多年前，其实从疫情之前我们都很正常，包括巴塞尔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很多我们的资助人各方面同行啊去现场这样的。但是 M 家没有，那么 M 家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对整个湾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出现了，因为 M 家这种体量和这种地位对整个湾区的整个生态的作用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么当然我们后来跟平老师也合作过几次，但都是线上，那除了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藏品啊，我们甚至其实本来还想去参观学习收藏这一块的，但也没办法去。那么也有一些细节，我觉得 M 家比如说藏品全部公开特别好。我们从去年开始也从 M 家学到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资助的方式来进行收藏，而且我们在收藏的时候就专门看了 M 家的收藏 ，M 家有的呢我们就不收的了。对，虽然定位一样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小的机构，所以做一个补充型的一种，这是一个小的方面。那另外大的方面，我觉得李老师作为这种包括其实内地的沟通的湾区的这种沟通的角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可能 M 家可以真正在我们叫在行业规范或者专业性方面，其实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对于湾区的机构是更为需要的。
啊，就是一个机构的专业性在哪里，他们包括公共项目啊，包括啊除了收藏还有很多方面啊。那么我觉得巴塞的话就是在市场方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那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展望的问题，现在问题是重要的是希望呢。我相信可能过了之后就不用，其实不用说的，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这种热情和行动都会很丰富的啊。我就分享这些吧，谢谢。好的，谢谢赵管。嗯，赵管很谦虚。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请顺德河北使馆的邵管，邵书馆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邵管能听到吗？邵管可能需要您打开一下麦克风和摄像头。说两句，我觉得其实 M Plus 不光是一个香港的 M Plus， 也是大湾区的一个 M Plus。 我们未来其实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可以做，除了我们的藏品之间的交流，我们的教育项目是能够交流的，比如说你们的教育的项目和我们教育项目来合办，我们的观众和会员的项目、会员卡等等，这都是可以合办。所以我们应该是用每个机构的体量、生态、责任、观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所以不光是藏品之间交流，我觉得教育、会员、商务都是可以交流的。我们希望开关之后我们很快能够在一起谈论这些事情，也可以联合策展啊，联合做一些项目。嗯，是的是的。我们再看看邵管有没有在线。对，那个是我估计，因为我你知道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就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对这个网络呢，我们不管我们的意愿多强，总是会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意外。邵管可能他的这个设备或者所处的情况有点干扰，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回到现场。因为刚才我其实有收到那个朋友们问我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他调整的时间或许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我是作为香港巴塞尔在华南地区的代表，大家问我说为什么巴塞尔要组织机构互动机构对谈，因为我们现场有我们的机构代表，也有我们的藏家朋友，还有很多我们长期支持我们巴塞尔的朋友。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初衷是很简单的，主要是因为香港我们的 M 加博物馆的出现，其实对我想是不仅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对整个区域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起到一个引领的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大湾叫粤港澳大湾区呢，其实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概念，这几年可以说大家简直已经就是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不断的听到。那所以艺术领域就大家也经常觉得啊，现在湾区怎么样，大湾区是一个什么动向，包括我们刚才你看我们这么多机构，每一位领导他们有新的馆，有新的展。我这几年也没有办法去到香港，我本人是一直在广东，觉得一直在湾区穿梭在每一个馆之间去进行各种的艺术活动，就可以说以解我们自己的这个这种艺术的怎么讲，去就没不能去更远的地方，只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基于这个想法，作为我们巴塞尔也是希望能够去搭建这个桥梁，为大家提供我们所能做的服务，包括我们的展会。如果大家能够去到香港，期待我们明年能够一起去到。当然这次也是比较感谢 OCAT， 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活动放在他们新馆的这个位置，让我们这个活动具有了更多的这种含义。
所以这个是刚才有朋友们来向我问提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机构互动。其实真的是一种新的我觉得发生很多新的变化，我们共同来尝试和摸索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其实我想就是今天虽然这个短短的不到两个小时的交流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下的一些艺术发展情况，艺术生态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可以做更多的这种沟通。我们觉得其实这次活动希望给到大家其实只是一个合作的开端，未来我们 OCT 还有包括香港巴萨，我们还会跟美术馆之间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的机会，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于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现场的观众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对，我觉得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应该借这个机会可以跟香港的讲。谢谢皮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一个Art Basel现场的一个介绍，然后还有就是很感谢就是各位馆长刚才对各馆的这样一些未来的计划和展望也做了非常简洁的一个介绍。然后我还是想回到就是Art Basel的一个现场，想问一下就是皮老师这边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年Art Basel相对比往年来说，它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和就是不一样的一些规划和Hello， 听得见吗？喂，可以听见吗，皮老师？对，我还是很希望你可以给我们大湾区现场的这个朋友能够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些亮点。我看的亮点已经看了，因为我比你们只是早进来一个小时，我看到了一些资料。因为 Art Basel 这次确实把大湾区的这些美术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第一个小时第一个网上的直播都就是给到大湾区，所以估计具体的问题可能要请 Angel 来回答。然后对，今年的巴塞尔我们有130家艺术画廊，跟去年相比呢我们多了大概30%。然后我们即使在疫情的阻碍下，我们这个整个展场还是大了50%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是刚刚开幕，可能刚刚开了7分钟。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现场的这个云游，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这个云游活动，就是你可以一对一在线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助理带你们云游。如果你们想更仔细的去看这一个香港巴塞艺术展的话呢，可以跟 Echo 联系，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导览。好的好的，谢谢。刚刚那个邵馆长上线了，我们也还是请那个顺德和美术馆的邵馆长再来讲几句。你的麦克风皮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好，可以，感谢大家。刚刚正好打电话，然后就显示离线了，然后刚刚也一开始就看见那个皮老师在那儿分享了那件张若琪的作品，我们也很荣幸，就是那件作品刚刚在美术馆展出过，参加我们 ONOFF 那个展览，然后这个画廊联系我们说，因为我们展览延期了很长时间，所以他说可能暂时我们这里过去比较方便，而且上海被封控着，就从我们这里把作品挪到巴塞尔现场，这个就被皮老师第一个介绍了。那美术馆现在我们因为在顺德算大湾区的一个核心位置，然后也开幕有一年多了，一直其实我们很想是做这个中国年轻艺术家包括国外艺术家的推广，然后
我们很多的美术馆的藏品其实也来自于香港巴塞尔，就之前去年我记得也是在线上的形式也给大家做过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正好在展出的好几件作品都是来自于香港巴塞尔。那疫情其实有三年了，我们一直没有能到现场，只能通过 PDF 线上视频的形式去选择作品，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但是很希望能尽快的可以一切都恢复正常，然后可以跟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的去交流，可以跟作品面对面的去接触，可以去看到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帮美术馆获得更多的好的作品也是我们一直所期望的。我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这个我就简单讲两句，除非对，就这样，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谢谢少管，谢谢少管，谢谢少管。好，我们这一边呢现在已经开幕了，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跟我们这个华南代表 Echo 联系，对，希望能够在香港欢迎大家，我们所有展览都延期到明年的七月，所以欢迎大家。嗯，对，非常感谢皮皮老师的导览，然后谢谢，非常感谢皮皮老师，非常感谢 Angela， 拜拜。好，谢谢。好，那我们，谢谢，拜拜。非常感谢。